So when I go reflect, do I slur this plea while I beg for respect? And this night there's no light on your doorstep, and I'll circle by until it flickers at best. But when the stress won't ever leave, yeah, I got this guitar, pen, paper, and ink. Yeah, I got this guitar, pen, paper, and ink. Yeah, I got this guitar, pen, paper, and ink. Oh, oh. Hello, 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呢在吃早午餐，因为呢，我今天下午是一点半才有课，然后，因为上礼拜我不是耳朵发炎嘛，所以后来就是医生就跟我讲说，我在他这段期间都尽量不要吃，乳制品也不要吃，就是高油高脂会辣那种东西，所以我现在都不能喝奶茶，我都改喝红茶豆浆。我现在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是因为就刚才刚睡醒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来吃早餐。早餐我把它放在这个餐盒里面。今天早餐有面包，然后有水梨，还有一颗蛋。Your feet, baby girl, be mine. Baby girl, be mine. Yeah, yeah. Pick up your phone, I need your attention. My girl so bad, we call her detention. I am so glad we moved beyond friendship. And your mama like me. Look, I squared up with Cupid, told him find me. I stole your love, he shot my heart. I'm losing breath, it's getting dark. I think I might need CPR, baby, won't you tell me, do you love me like I do? Tell me what you're willing to prove, cause I ain't got nothing to lose. It's true tha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, yeah. I travel around the globe, but I know that you're the only girl for me. And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, yeah, baby, yeah.
嗨，大家回家了，刚才通识课上完了，然后今天的通识课就只是去那边看一个电影而已，然后老师因为他自己不舒服，所以他就提早下，就他就自己先走了，然后我们就全部人这样子 don't know what happened， 然后我们就把那电影看完，然后今天很幸运是今天不用写心得，就以前如果是看电影的话就要写心得，然后下完课之后就买了一个这个葡萄柚绿茶加珍珠，然后是完全无糖的，对对对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耳朵这样子，所以不能吃太多糖分，对，所以我就点了一个无糖绿茶，有点酸，我觉得。然后我现在来准备拍一个主题性影片，就是要介绍，我人生的电影清单，对，然后大家记得要去看那影片哦。我的花宝贝好像长大了，请看，还冒出新叶。大家，我刚刚吃完晚餐了，然后今天晚餐是吃水饺跟生菜沙拉，然后我还喝了红茶豆浆。然后等一下晚上呢，我应该就会来写一下作业，然后准备一下报告，还有可能看个电影或看个剧之类的。然后明天呢，非常的 excited， 就是我要跟我高中的同学见面，就很久没有见了，对，所以刚好期中考考完后就可以见一下。然后晚上的话，明天晚上可能会跟我姐一起去魏武营的市集逛逛，然后再看有没有办法录给大家看。然后礼拜天的话应该也是准备一些功课还有报告，然后晚上会跟我姐还有我们的朋友一起吃晚餐，因为他们帮我们补庆生。那我刚才在找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的音乐，对，因为想说最近有些音乐已经用的有点腻了，所以想说大家应该会听的有点腻，所以我要找新的音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offer you a wedding on Tuesday. I don't know why I cannot tell you in a cool way. I'm in my head a lot, in my thoughts. Baby, I know how it goes, and that's just how it goes. I don't know if I could be a man, but I'ma try.
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晚上的9:30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跟以前的高中同学一起去聊天之类的，很开心耶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，可以跟别人就是聊这么久了。我们大概聊了2个多小时吧。然后今天其中一个同学还送我一个香氛蜡烛。这里，然后它是越南做的，然后它是天然大豆加佛手柑。好，我们来点看看。他今天还有送我一张卡片，这边，噔噔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是那种复古相机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点咯。
Hello， 大家现在已经晚上的几点嘞？大概已经十点多了吧。然后呢，想说在影片结束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刚才我买了什么？我买去无印良品买了袜子，因为他们就是最近袜子在做折扣。然后因为我平常穿袜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容易，就是假设一双30块的袜子好了，它后面这边就很容易松掉，然后会一直要去把它弄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就趁它特价的时候买了3双，然后因为现在3双有折�口，然后加上今天又可以打9折，然后我又有那个会员点数折扣，就把它折掉，对，所以我就买了袜子。然后刚才我跟姐姐的朋友还送我跟姐姐生日礼物，有一个朋友送的是这种益智的方块，还没有把它拼回去，就已经把它拆开了这边。然后呢，它原本是长这个样子，这边这个，它原本长这样子，就现在有点拼不回去。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还送我这个，这是他自己画的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送了一个这个咖波的汤匙，很可爱吧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他还送的卡片也是卡波的卡片哦，给大家看，这里超可爱的吧？哎，他还是特别上官网去买的卡片，超可爱。然后我们刚刚还有拍了立刻拍这边，很成功。然后他还送了一个软糖跟一些小东西在这里面，我觉得比较特别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便条贴很可爱。而且还是 IG 的那个样子的这便条贴。然后大家最近出门记得都要戴口罩，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空气很不好，然后而且那个 COVID-19 又还没有结束，对，所以大家要最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。然后最近好像也很多人感冒，所以大家记得要 stay healthy and stay positive. Sending you guys all my love, and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. See you.